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这今天准备从地窖里把那个地瓜花给它拿出来，外面现在天暖和了，给它移栽到外面去。是我藏在我家屋里的地窖，往边上点搁，全是虫子。底下有灯吗？有，我给你打啊。哎呀。哎，还有土豆，土豆籽儿，那个对，还有那个再浅点土豆，看，地方太小，哎呀，口太小哈，家太小，施展不开我这大坨子。哪个？花一会儿，你搁车里，能拉过去。小黑啊，下来吧，让地方。啊，不是你的位置了，来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小孩下来，还往后坐一下。咋的？跟他挤挤啊？拉后面去，把这个土豆，有一个煤球就跟上去了。来吧，看看我们外面这个天气多么的凉爽，这时候温度一点也不冷，也不热，特别好，舒服，风景也是很美的。看我，蓝天白云的，大山，多带劲。然后现在准备把这个犁杖给它安上。把这个给它按上，这是里面走那个油的哈。对，这都是车上走的东西。装完了，现在把车开到这边来，上这儿来拉那个犁杖。这个就是自动弹簧犁。改的话，原来不用卸啊，得把这个给它卸下去，要不行安不上。才想，哎，卸完了，这大家伙，你这个就能往里头串，你不能抬，往前搬，再搬呀，使劲，走。这个就是犁杖，安上了。这还得用尺量一下子，找一找两个之间的间距，还有个滚子，完事了。昨天玄地这儿开始趟起，先试一下子，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。这再把滚子给它上上，哎。这我妈他妈在这边整土豆呢，那个整的是啥呀？这是韭菜根儿啊，韭菜根儿，这都是学好的了。正好还出个笼啊，要不
刚才跟那小李正唠的，你看这嘎出个小甲吗？啊啊，这根呗。嗯，剩下头边边角角就搁那咱那小李正，找到头就行了呗。就行了。现在把这个高丽花，还有地瓜花，给它分开，再给它栽上。往这儿是鼻子。挖完坑了，一共挖了大概能有十来个，那现在给它埋上就行了呗。都已经埋完了，看了吧，这一溜就等着开花了。然后这今天家里园子也整完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